我不急不急不急，我，哎呦哎呦，要小心啊，不高兴啊，奶奶的，看我的奶奶，去死吧兄弟，哎呦，啊，原来啊，我以为是要杀我啊，原来是来送红蓝的、啊，哦，吓死吓死，好朋友就说嘛，啊，来就来，何必带礼物来，是不是？来，母家爵的实战解说。爸爸，出个木家爵手比较短、啊、我们还是要出大法球会比较好一点。出个一技能，清兵速度比较快。那我想图伦呢、啊，他想要过来清兵、啊、我们就怎么样，毒他，你知道？毒他，就像这样。好，来来，你看，不敢了吧，兄弟？哎呀，啊，麻烦的艾瑞，先把中兵清掉好了。看他们敢不敢靠近，而且还是被他叠起来。先把这一波兵洗掉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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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啊！马上往下靠，这个太深了吧？怎么这么凶啊？哇，不对，这个太扯了吧？这怎么杀过来的？我操！太凶了吧？凶残！我这土人干嘛？你看，我从他中间穿过去啊！这个弗洛伊，这个又来！哎呀，麻烦，臭小子！刚刚应该过去帮忙，因为我本来是想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啦，我们先上二等就好打，但重点是队友撑不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嗝屁了，他们就嗝屁了，没办法。那 OK 吧，这给我吃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们这样躲在后面，那这边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下路要上来帮忙这一波嘛，先读，那现在要帮不帮的又跑掉了。哦，不是要绑我吧？这个这样对吗？我们不要进塔，不要进塔哈。然后一个闪现先拉掉，不然等下真的绑我。因为现在就是要帮队友去 cover 这个吃龙，那先往这边靠，我先毒他。不是吧？这样走进来不是吧？先帮队友回血哈。那他这个喂、欸，完了，小心小心，他绑我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应该可以毒死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这边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小事情 ，easy easy， 好，没事就叠个毒这样。啊，中路这边我们也不用去了，因为，这边小心翼翼的，偷偷来，希望不要被发现哦。这被发现就不得了。Oh shit! Oh holy holy holy！ 你去吃啦，你去吃啦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。先用一技能帮自己叠一下。那我们的兵线一直进塔，会导致一个不好的这个就是不好的影响，就是经验会变比较少，跟精气。那木家爵如果用木家爵去打野啊，木家爵是打野最快的。我想问实测过，清兵又快，这个对方的打野应该会现在在。红区啦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刚刚吃完蓝嘛，就现在会上去。那这个图伦想要靠那么近，就有很奇怪啊。果然有一个阿摩西娜在那边，边读吧。那稍微拉一下，那下路那边打起来，他们想要入我们野，你直接跟他拼的。一边读这个蓝 buff， 那对方现在很多人都靠过来，他现在拉出来，所以就不用理他。那上路这边对方人很多。人很多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这边稍微的把兵线给洗一下。这个是不清兵不行，先清兵再说。先把兵线洗掉。有没有卡？没关系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下路那边打的是很妙。牛去帮我看，跟他补一下，应该可以去看个视野。我们现在回到中路去哦。好，恶魔的微笑先出。好，下路掉两座，基本上这一场稳稳的、啊。那我们的弗洛伊德呢，还是要救他一下。啊，这个小兵差不多读到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往下走。看到这个，直接给他包过来，从后面来哦。这边在他们这边丢一个毒，跟毒，啊，五下直接引爆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再来哦，不用怕不用怕。这边再一个二技能，一技能缓速，再毒。完、啊、了这个靠过来之后，我们就在这边放毒，好，继续毒，不用怕。那五下之后，直接先引爆再说哈，先引爆，好，然后这边闪现过去，
还好没死。是哟、哦，你看这个还想出来抓我，傻眼。好，那上路你看现在上路他们很多只嘛，啊，我们的这个弗洛伊德，这到底是什么鬼法术啊？结界师是不是？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莫慌莫急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在他这边丢一个一进啊，五下之后直接引爆，没关系，抓到位差不多爆炸哦，然后再跟上，那基本上他会还是会死，因为他会被我毒死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一波很凶，等兵线进去，哎、欸，死掉了，好了，那就直接杀进来。有没有？那上塔这边的话，他们现在死三只啊，下路一只，不要一昧的打我，好好笑，你怎么那么好笑哈？你好好笑哈？好，我们偷掉他的红 buff， 那下一件出生命法杖就非常坦，基本上对方就杀不动我，而且我有暴击，很爽的暴击。他中路这个兵线算了，就给他了。那个已经真的救不了了，我们就在上路这里吃鸟。然后之后我们去拿刀锋的蓝 buff， 没问题。好朋友嘛，是不是？给个蓝 buff 应该不会死吧？我们是有友谊在的，好友谊呀、啊。好，这一怪给他吃一下，反正他现在不回来，他今天不回家了，不回野区，我们就把他野怪都给吃掉。毒了差不多就可以闪了。那他们现在想要在下路开一波、哦，那我们在这里先毒一下。哎、欸，刀锋直接刷过去了，但我自带清兵，反正那边队友一定可以的。看一个图轮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洛克，我们看能不能跟着洛克直接打起来。哇，好像会被他杀掉哎、欸！哇，这很凶，好不好？好，素师爷，艾瑞来了。可是我们还有个黑暗之士没拿，小将后面有来有这个、啊、有方啊，来了那谁去给他抓一个？有人嗝屁了，我们的牛牛嗝屁，我们先毒再说啦，先毒啦，直接引爆就死啊兄弟。好，那因为现在、啊、我们吃的生命猛龙，所以我们现在攻击力很高、啊，攻击力倍增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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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一年上来好不好？来来，这个基本上 GG 啊，我在这里放一个一技能啊，对方就啊，赶快帮我们队友哎、欸、开这个补血啊，兄弟哎哎、欸欸，这个杀过来的意思是哦哟这么凶，哦哟哦哟哦哟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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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太凶了，这太凶了，这有点凶凶的哦，这凶凶的不行不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有点多，有点多，先拉一下哈。嘿嘿，想弄是不是？想弄也不称称自己的斤两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边好像现在这里放一个技能环速。哦，牛魔王，我们看他后面有没有射手。这个先拉一下，先大招先吃掉，有得吃就要吃啊，有得吃就要偷笑啊。什么时候吃凯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这个中路先看一下，四只嘛，应该队友是可以守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龙龙给处理掉。好、哦，来回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回去了，不用怕，我回去了。好了，我想，老粉发威，雷动海啥？被猫啊，行不行？还嗨了没咯？啊，下路这边直接给他打进去，我们拼下路的灯啊，上路不用再去了。哇，一二三，三只啊！上路就放生了，不管他了。因为现在你知道，现在要打下路，现在上路两只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又过来啦，所以又不能打，这波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这不能打。对，现在只能退，没错。但我们兵线控得很好。傻眼，这刀锋在干嘛？刀锋啊，刀锋！我傻眼了，我傻眼了，兄弟姐妹，我操！这刀锋在干嘛？这是这个 Jake 是 我要小心啊，不高兴啊，你去死吧兄弟，哎呦，原来我以为是要杀我啊，原来是来送红蓝的哦，吓死吓死，
好朋友就说嘛，啊，来就来，何必带礼物来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打下路就对了。输哟，不会输了吧？DJ 抓了 beat，DJ 抓了 beat。好，这边我们稍微 ，Oh shit， 好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每次可以补一格，你看，咻，又一格，你看，再一格，咻，又狙魂，没得补啦，兄弟，来吧，咻，这一台要把它拿掉，这个要扭一下哦，抓到一个 moment， 直接击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边先拉一下，先帮补一下，帮补，可以的可以的，不用怕不用怕，弟兄们不用怕，不用怕弟兄们，我是很补的，再进攻一次吧，下塔是要打多久？我阿嬷都要来了。我阿嬤打都猜得掉了，为什么不来？下塔就快爆了。这图轮呢，我们一件不要乱丢。哎，可以哦。那下塔基本上拿得掉就稳赢啦。过来没？绕跑，好啦，来啦！我讲穆家爵到后期就是这么凶，好不好？不用解释，不用给我过多的解释。好啦，中路直接干一波啦，赢定了！好兄弟们，我们赢定了。哦，有一个路克在这，凶嘞哦！赶快去清兵吧，路克。开玩笑，阴线直接进去，塔直接打我一个人。哦，艾瑞绑谁啊？绑谁啊，兄弟？哎呀，有人被我搞死。所以哦，旁边在拆塔，我们在这边杀人，开心。好，对方选这个图轮，就这样打就好。是不是 MVP 又是我拿？一定是嘛？是吧？第三名。哎呦，这个配乐不是佑哥的配乐吗？输出应该是很高吧？啊，是这样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赢就好，赢就是好事。